哎，主管，我想请个假。走开！你给我站住，杨幂！要以为你是音乐吧，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要以为你有 X 天了，大长腿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同意了。一个个个很几个的그냥이런느낌들때가있어내세进来了，好吧。啊，儿子，你也长大了啊，该独立了。妈，加油！不是，妈。哎，你在这里干嘛？老婆，这里面的鞋呢？哪双鞋？就是那双皮鞋。哦，被我扔了。哎呀，你怎么不跟我说就扔掉了呢？那双鞋都旧成这样了，还能穿吗？谁说旧的鞋就不能穿的呢？啊，能省就省嘛，这样日子不是越过越好吗？在哪里？我去捡。别动！你给我听好了，鞋里面的钱已经被我拿出来了，并且我用这个钱买了一个榴莲，你就这个造型给我等着。完了，这下真完了，辛辛苦苦大半年，一下回到解放前。缘分让我认识了你，从此我就爱上你，追着我要想的却是你，时刻把你记到我心里。咏春，叶问。第一次见你，你说喜欢我，把我带回你家，刚好碰上你们家掰玉米，我整整为你家掰了一个星期的玉米，掰完了，你说我们不合适。第二次，你们家挖土豆，你说舍不得我，我把你们家土豆挖完了，整整100多亩啊，我一个人铲平的，你说你要考虑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今天你又找到我，我就想问问，你家是不是还有什么农务活没有干？不是的，我家要拆迁了。真的吗？对啊，哥哥，你会开挖掘机吗？滚！果然，漂亮的女人都。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我是做全解析数据交互式处理、专业数据网络课题处理分析、网络物理层应用研究开发、制定完整有效的经济解决方案。如果说的通俗一点，网管。你给我出去。你之前是做什么？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进行科学的结合，用来拉动 GDP， 扩大市场范围和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快递员。你给我出去。好的。
我是小美。帮我叫一下研究全球第三大重要的茄科茄属类粮食作物的表面生态切割以及高热控温技术人员。老板，能否说的通俗一点呢？哎，就是楼下卖烤串的。难道是我错了吗？如果你今天很累，工作压力很大，那么请不要抱怨，抱我吧。我想和你